在上场之前要把所有的每一个环节都处理好。分正涛 sharp， 朴空翻登杠 sharp， 金格长达四个动作的连接长串全顺下来了，下一个串凌厉转体，凌杰转体，大回环三百六，后直两周下，刘婷婷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高低杠。她原来啊，就是在全锦赛是把它分开做的，就是分正涛 sharp 朴空翻，这个是一段低地连接，然后登杠 sharp 金格尔又是一段第二个连接。他现在是把前面四个全部接起来长串做，现在回放中看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他的四个连接里面的后面两个，前面实际上还有两个。四个D的直接连接，然后是他的两个E的转体，然后再往下，其实他第三个也是个转体，也是一个进入到他的长串里面的一个转体。涛呢，刚才我们看了一下，比的不算太尽如人意。现在平衡木的赛场还在进行比赛着。